现在莫拉受伤了，刚刚今天孩子应该没有碰触他，然后不小心让莫拉受伤，莫拉现在是在医务室，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。刚刚我是看到甜甜推波啦。莹莹在最后面，可是甜甜不是故意的，因为甜甜被莹莹推了一把。我们还是 friend 的，你不要在那乱讲。他们是好 friend 的，变成好 hand 的。从今以后，吃货们永远是吃货们，但吃货们已经是吃货们了。他好烦啊！目前这边有医护室。真的 ，Pola 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如果有一个男朋友就更好了。男朋友现在也是在及时赶来啊。没有，我说我们刚刚去拜拜的时候，有去拜拜，有去拜拜，在我们领导的前面。然后今天可能真的不太好，我们等下帮你开心。等一下，我们。拍片以来又是哎，第一次低潮哦，这是最低潮的一次吧？看一下啦。这可能是他拍片以来最受伤的一次。没事，帮你删一删。这件事情真的很令人难过。我们都吓死了。对啊。我们以后会先看好运势再出门。你看那个星座运势，一定要看好。今天忘记把你看了，不能不信是。我今天应该真的很衰。还好这边的那个医务人员快速帮过来帮忙。虽然还在。要告诉各位，出外景都会遇到危险，在安全的活动、不安全的游乐设施都一定会发生危险。真的要小心。不然就是最后一集。是真的是认真，每一个比赛都有想赢。都不是在演的。而且我们摄影大哥人真的很好，一出事马上就暂停录影，不会像那个综艺节目还要录到结束，我们不会那么没有良心。然后开始录我们受伤这样。对，他上他上录我们受伤，挑拨离间我。对，他刚才挑拨离间，说是我推的。如果大家喜欢，看莹莹都在擦眼泪了。我看到快哭，我看到我都快哭了。哇，直接流下来。